第一步客人来先泡脚，泡脚的目的就是像指甲脚垫啊泡软一些，便于我们修治。第二步客人坐位之后，我们进行检查患者脚上有什么脚病，是指甲类还是脚垫类啊，都有什么病变，完之后再进行操作。用什么修脚？第一种叫抢刀，是专门用来抢毛指甲用的。第二种是片刀，是专门用来片割脚垫用的。第三种叫轻刀，专门用来切断指甲用的。